老实说，我看上期看得很生气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对对，我可以吐槽一下。好啊，你可以讲一下。我反正爆雷不管。我听。对他很可怜，我看到那边我一直在，我就是差点要哭哎、欸。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演技。哦，对哦，然后我很不能接受。你好生气哦！你记得好清楚，我记得超多了，你的愤怒的点都记得很清楚。对，然后我跟阿迪在吐槽，我就说他就觉得超好看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几个，然后他就说无法反驳。反正我也看到蛮生气的，真的哦，有至于有可能是我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吧。啊